Tom Fat Kid Challenge.早早起身，好沉重嘅气氛，不断去谂梦想嘅价值到底值几蚊。我依然努力揾，我依然努力紧，我唔想努力等，最后跟随天意俾人区分。好想得到人嘅肯定，对每个都特别恭敬。原来我听日去茶楼，晏昼两点钟系约咗福正。茶楼问我食啲咩，叫我认真去做主。其实我同福正一样，中意椒盐狗肚鱼，就系咁夹，就系咁啱，所以坐低一齐嗌。点知佢话呢度冇堂食，原来净系得外卖吓。咁我哋问佢应该点算，佢话报警一笨，你都唔知道我个名系点串啊喂。咁冇辦法，我係今日早啲翻，聽朝八點都可能可以落街食早餐啊！喺呢個時候，我搭車搭到筲箕灣，原來我最掛住嘅係飛機餐，飛機餐，飛機餐。我最掛住飛機餐，飛機餐，飛機餐。我最掛住飛機餐，飛機餐，飛機餐。我最挂住飞机餐，飞机餐，飞机餐。OK， 搞掂。OK， 你唔玩啊嘛，你唔系 YouTuber 啊嘛。我 Pornhub 噶，Pornhub 晒浮我玩。OK， peace out， peace， 听下先。